股票分期计划，投资迟啲先谂啦。上网睇下有咩嘢买好过，活在当下啊嘛。咦，对鞋几靓，买咗佢先。阵间再约人睇戏，睇小场戏又唔会买到股票嘅。睇戏之前，梗系行下街先啦。唉，终于找晒啲卡数啦，再 shopping 先。想了解股票案的分期更多详情，请致电22776647或6646。